你们就是社会的功臣。当然也要谢谢你们亲爱的家人们，相信这阵子你们一定承受更多的压力还有辛苦。除了医护警消，还有公务人员、餐饮业者、外送快递员，以及无数为社会正常运作在默默付出的你，谢谢你们。加油！谢谢你守护我们，让我们平安。亲爱的医护、消防的学长姐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温生豪，我是蔡盈娟，我是林柏宏，我是陈婷妮，我是马利欧，我是郑志伟，我是江怡蓉，我是袁康，我是夏腾宏，我是胡思安，我是谢长颖，我是汤生荣，我是李自强。最近疫情变得更加严峻，平常就很忙碌的你们，不但工作量暴增，而且常要接触许多确诊病患，非常危险。新闻画面及街道上不定时的救护鸣笛声，都让我们感到很担心，也好想为你们加油打气。想到这阵子我们安心在家，你们在第一线辛苦打仗，便让我觉得应该和你们说些什么。我们何其有幸能在职涯中扮演你们角色，谢谢你们用专业守护大家的健康，谢谢你们在病毒的风险中为我们层层把关，谢谢你们付出更多的时间为了拯救每一条生命，谢谢你们的职人精神成为社会安定的力量，谢谢你们牺牲原来的生活，将原本对家人的情感转移成对病患的关怀。当然也要谢谢你们亲爱的家人们，相信这阵子你们一定承受更多的压力还有辛苦，也请你们好好的保重自己，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。除了医护警消，还有公务人员、餐饮业者、外送快递员，以及无数为社会正常运作在默默付出的你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每一位的付出，只为了让大家尽快回到安全健康的生活。谢谢你们为了我们熬夜，谢谢你为了我们流汗，为了我们的黎明而独自承受黑暗。你们并不孤单，因为我们会一直在背后支持你们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对抗这场庞大的挑战。你们现在一定压力很大，谢谢你们在前线守护我们，我们也会为了你们守护好自己。我们大家都在心中默默地祈祷这一切能够拨云见日，也期待社会再次回归正常。你们就是社会的功臣，必定也为自己的生命当中写下一段伟大的历史。加油！加油！谢谢你守护我们，让我们平安。